来了，你又不他没有，他就是我等他还没发，他就说他现在手上有点事，要等一下发。哦、我就你告诉我怎么走，我就先过去。你过城坡那里？过城坡，城坡下去嘛，过桥。过桥。过桥又然后又不用往左走。不往左走。往右上。往右走。往右上。往右上。上坡。上坡以后把坡上完了。坡上完了。到那里了，又有两根路吧？又有两个路。有两个路，这样走回去，又是回长安去了。你不要走那个路，不要我又不要往左。不要往左，还又是往右，又是往右。哦，又是往右。过去了以后，又有一个路是这样子上去的，左上去的，你又往右下去。又下去。下去又可以。好好好。你下去了，到了下面那里，一个有一个弯的那里有，又有桥。过桥，你这样子去就是到。到六步旗去，这样子去到杨旗那个茶城去的。杨旗。过到那个的坡子里面叫做乘虚路叫。乘旗跑。乘旗跑。你上去我跑只跑下去。哦，好的。那行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按着旗你自意的往。按着西走，按着西走。两个工人，你妻子雇个，给得起雇个好的，你给得起雇个来的，你莫往你低了去。哦，不往山上走，只按旗走。哦，谢谢。水路跑，谢谢，跟着水路跑。跟着水路跑，这等我呢，那个顶个灯啊，顶个灯啊，你参加肯定我呢，你阿姐呢，有你两百车了，还有大风雨的一个绕圈，你借我的钱，你莫往这边去。哦，好的，那我明白了，好。他有风雨的。有风雨的，好的。你到那会一阵风雨，一阵风雨有风雨的啊，这里有反正两百亩钱，你只往那一直往那个的有水的地方走，压着走，走里有点焦坑的，只一直水路往。哦，明白，谢谢。一直水路跑。好的。你的水路，你莫往莫走水路的上坡，这就是水路的下坡。行，谢谢，我明白了。走他的路去乘务才有的，你车路开不那个钱。哦，好的，那谢谢你。你看见的，他的乘务的羊来划着几只带鱼的。哦，明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接着你的走的。啊，好，谢谢。你这个车走了，帽子不错。哎，好，谢谢，哎。谢谢啊！啊，不是不是，人家这骑的自意的往下头去。我们有两个工人，你骑着雇个，给得骑雇个好子，你给得骑雇个来的，你莫往你低了去。哦，不往山上走。哦，你自意的，你骑往好往，一的你是水路跑。跟着水路跑，这等我呢，那个顶个灯啊，顶个灯啊。你看这个的我呢，你阿姐呢有你两百车了，还有大风雨的一个绕圈，你借我的钱，你不往这边去。哦，好的，那我明白了。哦，他有风雨的。有风雨的。哦，你到那会一阵风雨，一阵风雨有风雨的阿姐呢，有反正两百亩钱，你只往那一往下走，走到里有点焦坑的，只一直虚路往。明白。一到水路跑。好的。你的水路，你莫往莫走水路的上坡，这就是水路的下坡。行，谢谢，我明白了。走他的路去乘务才有的，你车路开不那个钱。哦，好的。你看见的，他的乘务你羊来划着几只带鱼的。哦，明白，谢谢。接着你的走的。哦，好，谢谢。你这个车走了，帽子不错。哎，好，谢谢。